今以此片献给那些远离都市、为农民、为渔民、为牧民，风里雨里放映电影的放映队员们。这是我国千万个电影放映队的真实故事。在新疆阿克苏温宿县，有一个马背电影放映队。由于感动，所以敬重；由于敬重，所以歌颂。我们弄了些钱，把放电影的人拍成了电影。阿力克，快上学去！爷爷，高山挡不住太阳，一心遮住阳光。走，吃饭去。快拿书包去！快！阿力克，哎，给。爷爷，再见。再见。阿力克，早一点回来啊！知道了。哎，师傅啊，把瓶子都磨破了，发错才知道。快到了，一问你就快到了，快到了，啥鬼地方？除了山还是山。哎，师傅啊，你20岁就参加电影队了？19岁，整整13个年头了。整天在山里转，你不烦啊？习惯了。13年能做多少事啊？13年干多少事儿？我告诉你吧，这13年我一共放了2038场电影。吹牛？吹牛？下一场就是2039场了。爷爷。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你拍过电影，但谁也没看过。你拍过电影，真的还是假的？真的。那个电影叫《天山的红花》，我们拍了大半天，就说了这么两句话。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祖国要我放电影，大山就是我的家。嘿，骑着马儿就出发，骑着马儿就出发。
出发！今天我们上第一课，春天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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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风。报告，怎么又迟到了？我帮爷爷挤牛奶。回座位吧，快。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春风吹绿了大地，春风吹绿了大地。祖国有我放电影，大山就是我的家。嘿，骑着马儿就出发，哥们儿兄弟。大山兄怎么样？挺好的。后边兄弟出来几天了？五天了。好，接着。好，谢了。这位是新来的中专生。兄弟，这是老邮递员了，库尔班加。阿斯拉姆内克。我来格马斯的。来，保重。好了。哦，对了，阿里克，今天电影队要来呢。没有骗人，狗屁，是真的。我爸爸说的。昨天我爸爸到松村投资我叔叔家，电影队在那演电影，说今天到咱们村来。你上次就是这么说的，结果没来，我再不信你的话了。不信算了，晚上电影就不要看。圣兰姐，啊，我教你唱歌吧。不用你教，我会唱歌，跟我学吧。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哎，我再不信你的话了。派利贷真是个骗人精。张队长，小羊羔，可是生产队的财产，真的谢谢你。古立贤，小事儿，以后小心点。嗯，张队长，今天晚上能不能到我们家吃饭？生产队已经派好了，改天吧。师傅，你都成了牧民的采购员了，也不嫌麻烦？这麻烦什么呀？他们进大城不容易。那萨克，你那壶。拉什曼。米克曼大叔，米克曼大哥，刀子。哎，拉赫曼，谢谢啊。谁的信啊？来，你的茶。拉赫曼。好了。来一根。受不了，太冲。我刚来的时候啊，也抽不了墨盒烟，我师父教的我，还抽上了瘾。这么旧的烟盒你还用？
该换新的了吧？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跟了我好多年了，把它带在身上，心里踏实。你和师父感情挺深的嘛？那一年呢，我和我师父去放电影，路上遇到山体塌方，师父为了救我和放映机，把命都搭上了。小狼子叫什么？阿里克。几岁了？爷爷说等下学我就八岁了。叔叔，这上面小人都是你画上去的？不是我画上去的，是拍电影的叔叔阿姨们拍上去的。拍电影？你照过相吗？照相呢，就是把你模样照下来，连续放就成电影了。我爷爷拍过电影，真的不骗你，我爷爷拍电影叫《天山红花》。叔叔，这您还用吗？送给你了，谢谢。艾利克这个孩子，别营队一来，他魂都没有了，就不知道回家。爷爷，你先吃吧，我去叫他。好。师傅，我给马加点料。叔叔，拍电影很难吗？嗯。比做算术题还难吗？会了就不难了。那爷爷叫我放电影吗？你太小了，那等我长大了呢？好啊，等你大了，我教你放电影。好，阿里克。我叫我弟弟回家吃饭。阿里克是你弟弟啊？走，阿里克。快回去吧，电影一会儿就开演了。那您到我们家去吃吧。改天吧。那您说话算数啊。算数。好。爷爷，又看你的宝贝了。这是《天山红花》的导演送给我的，当然是宝贝了。爷爷，导演是啥？导演是指挥拍电影的。导演是司令吗？哎，好好吃，别问这些。爷爷，看，这是放映员叔叔给我的。啥东西？是电影。爷爷，你知道电影是咋上去的吗？爷爷拍过电影，爷爷当然知道了。等我长大了，也要当一名放映员，这样就可以天天看到电影了。吃慢一点，有没有人给你抢？今天晚上呢，为大家放映的是《英雄儿女》。这个故事讲的呢，师傅，让我来说吧。好。Köpçilik, bugün akşam sizler qoyib turgan film bor, Qahraman qiz o'g'illar degan kino. Buningdagi asos voqealik ham shu Chaoshanga yordam berib Amerika qarshi turgan voqealikdagi kino bu. Urush filmi. Tushunmagan ayronlar bo'lsa yoki Fukamı gayranlasın, benden sorsaklar, ben tercih etmemeye yakın mısın? Bir şey yapıp, bir şey yapıp vermezsin. Allah aşkına, tamam. 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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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l. Hey, 这个不能摸。叔叔，这是玻璃吧？是啊，电影啊，就是通过它放出来的。哎，快看。什么？你把我包围了。
去吧，走吧。乡亲们，今天就回家吧啊！帽子不要戴了吗？来，有点疼啊。没事，我是英雄，我不怕。啊啊！你看，我给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要怕高上帝，你就不听。好了。哎，我不用包了。看，我像不像电影里的英雄？像像。真拿你没办法。叔叔，叔叔，阿丽克，别跟着了，快回去吧。我想和你们一起看电影。不行，快回家去。叔叔，你就带我去吧。不行，回去好好学习啊。叔叔，你们什么时候能来？30天以后吧。30天以后，你们真能来吗？能，一定能回来。那么今天算一天吗？好，就算一天。你在干什么呢？我看到电影了，我看到电影了。给我看看。不行，你上次去松松投资看电影都不带我。小气鬼，我才不稀罕。干什么呢？看电影啊。看电影？看。哎，啥都看不见嘛。电影队走的时候，你连着张队长说啥呢？张队长说过30天就来。还说什么？还说啥？忘了。花儿为什么这样？姐姐，你唱什么呢？你问谁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呢？一边去。是张队长教你的吧？张队长也喜欢唱这歌。别瞎说。你在干什么呢？没什么，等张队长呢。张队长？嗨，这个家伙。同学们，今天是6.1儿童节，今天我们上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 Mein Traum， 我的理想。理想呢，就是将来长大以后我们最想做的事情。明白了吗？明白了。好，那开始写吧。我的理想是长大以后当一名放映员，像张叔叔那样，给草原上的牧民放电影，让牧民们能天天看到电影。爷爷，你知道理想是啥吗？理想就是长大了最想做的事。
爷爷，我啥时候能长大？爷爷老了，走不动了，你就长大了。爷爷，明天电影队会来吗？你这个孩子，魂比电影勾住了。再唱歌，那我就成狼嚎了。兄弟，你没事吧？没事。谢了。哦，来接着。保重。教你的吧，张队长也喜欢唱这歌。天就好了。你那个呢？吃了。哎，师傅。嗯。你和孟眠就像一家人一样啊。只要你心里有他们，他们就会拿你当亲人的。小哥大爹。嗯。你要离开放映队？我对象爸爸得给我干，叫城里工作。到城里放电影，说不定，也许改行干别的吧。我可不像师傅那样，三十多了连个对象都没有。师傅，问你个问题。嗯。你干了二十几年，你就没想过离开电影队？当然想过。那为啥不换换呀？有些事儿你不懂。师傅，听说你不像离开电影队，就想和你吹了是吧？该吹的，早晚都得吹。干什么？怎么了？幸亏来迪，
在这沙漠里，一口水就能救人一条命啊，你知道吗？有了，不好，要起风了。你赶紧走。送树头子看电影，你姐姐在家吗？在。爷爷，送树头有电影，我要去看。啊，不行。爷爷，我就要去，就要去嘛。孩子，送树头太远了，路又不好走，你就不要去了。我要去。看电影吗？姐姐，拉子叫你看电影。我不去看电影，你去告诉他，就说我不在。姐姐，那你带我去吧。你先去告诉他，快。好。我姐姐说她不在。啊。顾谦，你为啥不和穆拉提一起去看电影？不为啥，不想和他去。我要去阿米娜家，阿米娜明天要去县城了。顾谦，你和穆拉提闹别扭了？没有。那为啥？爷爷，你别问了。姐姐，姐姐，带我去看电影。阿力克。你别跟着我啊！姐姐，你说话不算数。但我不去看电影。姐姐，你带我去嘛！我给你点糖，你带我去看电影。这个留着你自己吃，啊！姐姐，带我去嘛！孩子，别去了，走。阿丽卡，你要上哪儿？我要去松树头子看电影。哎，不行，不能去，下来。我要去吗？我要去，我要去。不许去。这次松树头子演天山的红花。你还没遇到牛粪高呢，想哄我不行。真的，是穆拉提告诉我的。他说今天晚上放天山的红花。天山红花。真的穆拉德说的吗？真的。好，那就我带你去。刚才那个跟你打招呼的，
戴草帽穿长衫的人呢？老板晓得。啊，阿力克，你骗了我啊！哈哈，走，花坛，哟，干什么？班长，你先看着。爷爷，听你的那些高楼大厦和小汽车，你都见过吗？没有。爷爷，为啥电影里的人和我们穿的不一样？城里的人骑马吗？城里有草原吗？城里的马吃草吗？爷爷，你还在生我的气吧？不会的。其实穆拉提没说要放天山的红花，是我编的。孩子，我不会怪你的。也许下回放映员叔叔就会放天山的红花的。高山挡不住太阳，衣襟遮不住阳光。叫嚣悬崖死的这个，也是你徒弟吗？他跟了我三年。你带过几个徒弟？你是第五个。啊，他们还在当放映员吗？只有一个了。有两个受不了这罪，改行干别的了。那改行那两个徒弟，你很瞧不起他们吧？我能理解他们。有一次啊，电影公司的经理跟着我跑了一趟，他流泪了。走吧。我不上学了。为啥？我妈妈有病，我要照看弟弟，还要做饭，我上不成学了。是不是你爸爸不让你上？我爸爸说上学没用，草原上的女人会做饭带孩子就行了。我没吃的。孩子，闭上眼睛睡觉啊。爷爷，跑单的爸爸不让他上学了。孩子，别想那么多，睡觉。新疆产什么？对呀，阿力。
你给我站起来！你在想什么呢？哈利特，坐下。咱们继续。新疆产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你不想上学，那你回家吧，回家吧。你到底想什么呢？你给我出去！出去呀！还给你吧，谢谢老师。30。哎，已经30天了，电影店就要来了。新课文了，看，就是这篇。哦，对，布莱丁也不上学了，为啥？他爸爸不让他上，让他放羊。还有阿耶古里也不上了，他转到县城去上了。你去过县城吗？没有。我也没有。把花给我带上呗。好。来，我来帮你提。不用。哎，我是男人，比你力大。晚上我们可以看电影了。是啊。好。阿里克，电影队真的来了？真的，我亲眼看到的。那想不想让方一元叔叔来咱们家吃饭？行。张队长，饭安排好了，咱回洪家吃。好，好。楼上辛不辛苦啊？习惯了，习惯。书记。哎，阿力哥，说。还是到我们家去吃吧。哎，你不要胡闹啊！啊。书记，书记，还到我们家去吃吧。阿力哥，你走吧。你看，我们先在这儿歇一会儿。好。然后再干休息的事情。行。张叔叔。哎，书记，你看，小孩子哭闹，不要听他的。书记，我爷爷也等着呢。那书记，
要不去阿里克家？行行行，穆拉蒂，嘿，穆拉蒂，你到我们家抓只羊，送到古里千家。张队长，自打你们走后，这个孩子天天盼着你们来，还在每天竹上画记号，说是画了30天，你们就来了。张队长，来来来，张队长，啊，来，啊，来吃，你们也吃。张队长，我托你一件事，大叔。您尽管说，你们队里有天山红花吗？放羊队没有，电影公司可能有。要是有，下一回带来给我们演吧。我爷爷真的演过电影，还说了高山挡不住太阳，衣襟遮不住阳光。乖乖，村里都知道艾利克爷，他有个电影。张队长，这是。我拍电影的时候，大个子导演送给我的。这是我爷爷的宝贝。好，下回提片子我就提天上的红花。太好了，可以看到天上的红花了，可以看到爷爷了。乖乖，来，嘴打开。哎，阿弥阿拉伯伯。姐姐，姐姐，我要吃鸡蛋，我要吃鸡蛋。这个你不能吃。阿力克，啊，一会儿帮我做件事儿。干啥？山路不好走，一定得捆结实了，马上才会少受罪。把拷贝拿出来。快去啊！好，走。什么东西啊？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叔叔，这还有呢，这是我送给你的。哦，哟，哎呀，谢谢你啊。孩子，今天穆拉特的爸爸来了，他问你和穆拉特的婚事。爷爷，我不想结婚。哪有那样子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一代一代的人都是这样子过来的。反正我不想和穆拉提结婚。孩子，你心里有别人了？
我明白你的心思。蒋队长是个好人，可是你们两个不合适。为什么？蒋队长是咱们草原上飘来的云彩，早晚他会飘走的。还有，你们两个有很多的生活习惯不同。我不在乎。孩子，你太年轻了，有很多的事不能理解。爷爷劝你一句，爷爷也是为了你好。麻烦大吗？不知道，这件事一直他们给我办，我也帮不上忙。为了这件事，我对象和我生气，说我没本事，大事小事都靠他们家，真烦死了。别耍小孩的脾气啊！好歹我也是个男人嘛，整天看他的脸色。真想算了，你就不想想，人家是在为你办工作。实在不行，我跟师傅那样，给慕明放一辈子电影吧。你这不是想做事，意气用事啊！啊，库尔万江，啊，大长兄，哎，来，哎，不不，怎么了这是？这两天拉肚子。这药也吃完了，来，哎，不不，接着，哎，谢谢。一个人在外边多注意啊。嘿，还得保重啊！谢谢啊，保重。好。哎，我的壶，给我壶啊！来。哎，哦，保重啊！嗯，哎。好了，干嘛呢？来，干嘛呢？又是夜里做梦了吧？哎，送给你的新铅笔和新本子，喜欢吗？喜欢，太喜欢了。我们班妹妹江也有这样的新铅笔和新本子。阿丽卡，你姐姐呢？天气热了，我姐姐正在给羊剪羊毛呢。啊，告诉爷爷，今天晚上演天上的红花啊。演天上的红花啊？太好了，演天上的红花。爷爷，爷爷，爷爷！
这是送给你。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好看吗？好看。谢谢你。我走了。叔叔，这电影演完了吗？演完了。真的演完了吗？真的演完了。那为啥没看到我的爷爷？是呀，我们也没看见啊。这个，对，这是幻想。演完了。演完了啊！完了。大叔。爷爷，吃饭吧。
不想吃。爷爷，电影里没有你，我们同学都说你撒谎骗人。阿力克，不要胡说。爷爷，你真的拍过电影吗？爷爷没有骗人，爷爷是拍过电影。那为啥电影里没有你？我明明参加了拍电影，电影里头为什么没有我呢？我想让张队长再演一遍《天山的红花》。肚子有点疼，你进去歇一会儿吧，我一个人能行。没事，八成是胃病犯了老毛病了，一会儿就好了。张队长，没事吧？我得吃药去。师傅，你脸色不太好。没事，别担心小怪的啊。要不要帮忙？不用不用啊，不用不用。谢谢。师傅，你小心点。先别说这些，你到底轻不轻？叔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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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爷爷！大家小心点。看情况都看不能了，有些帽子怎么看不能？要那啥子帽子们？爷爷，张叔叔会不会死？不会的，张队长是个好人，珍珠会保佑他的。刚才呀，好多人来看你了，带了好多好吃的东西。谢谢他们了。你也早点回去吧，我已经好了。八经理，好。刚才医生已经说的，你不能把横重给我一些下身。阿经理，不用了，我已经好了。啊，还是我疼我的，给我一些小生。文倩，文倩，文倩，狼都烤糊了。全村的人都闻到红味了。孩子，你在想什么呢？
师傅，你对他们的感情还是那么深啊？今天是我师傅的忌日。你都记得住啊？当然记得住啊。雪葵姐，你调动工作的事儿办的怎么样？不调了。为什么？想通了，就当农区的放映员，我有点喜欢上草原了。真的，这不气话。那你对象能同意吗？要是他爱我的话，他会尊重我的选择。修好了吗？修好了。走吧，早点歇着吧，明天一早出发了。师傅刚出院，别抽了。哎呀，闲了这么长时间了，这还是山里舒服啊。师傅，看来你和山有缘啊，连名字也叫张大三。行了，我不抽了啊。这名字啊，是我师傅给我起的。又来了，要下雨了，得赶紧赶路，山洪一爆发就不好走了，快。等等等，等等等，没事。
哎呀，你们可来了！房子里头请，房子里头请，里头来。热还没？盖上去。走吧，走。管家，库尔班加呢？张队长，我爸，他走了。走。Thank you.
海丽丹，嫁给我吧。你跟我爸爸说去吧。走啊。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片子 啊捆紧一点啊。师傅，哦，是个莱迪，好久不见了，你还好吧？好得很。哟，又带了新徒弟啊。来，你看他是谁。我是艾利克呀。哦，艾利克，我看怎么面熟，都成小伙子了。哎呀，看你都有白头发了，艾利克能不长成小伙子吗？哎，走，咱们喝两杯去。好，走。哎，兄弟们，俺们几个人哥，俺们快上来。哎，完了。听说公司要调你回来当副经理。哦，找我谈话了。咱弄去放电挺开心的，在这天天坐办公室也习惯不了。人呐，没有习惯不了的事儿。走走走，下去电话。叫你干你就干了。啊，两年前调你到公司，你咋不来？我和你情况不一样，我这人呐，在山里跑习惯了。我是你徒弟，脾气还不是跟你一样吗？哎，你还年轻。你又在基层干了这么多年放映员，当了领导，可以替他们多说说话了。啊！哎，马上爹！啊，不是给他塞不烂，我把他给他吃开。来，徐总，是。来。来，三公司。立刻，你已经长大了，爷爷不和你在一起了。以后多听师父的话，当好放映员，替母亲放电影。爷爷。我把阿里克交给你了，大叔，你放心吧，我会把阿里克当成自己儿子的。拍过电影。
相信你。张队长，我拍过电影，为什么电影里头没有我呀？大叔，我们都相信你拍过电影。也许片子太旧了，你演的那一段啊断了，就看不见了。高山挡不住太阳，已经不住爷爷阳光。爷爷，爷爷，大叔，大叔，Ахнам яре қандақ кен, менім ярым бәхтатлы. Ахнам яре қандақ кен, менім ярым бәхтатлы. Ах ярені таңлайды, менім ярым да етмейді. Менім ярым да етмейді. 去见潘丽文的爸爸了。见了。他爸爸答应我们结婚了。好啊，好啊，我们的阿里克要娶媳妇了。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现在爷爷又不在了，我希望我结婚时请师傅作为我的长辈来参加。好，我答应你。阿里克，啊，结婚的日子定了吗？定了，等这一趟发言结束回去我们就结婚。好啊，马一丹是个好姑娘，以后你好好对待人家啊。放心吧，师傅，我会的。师傅，啊，又要变天了，注意点腿。没事，老毛病了。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祖国有我方坚硬，大山就是我的家。我骑着马儿就出发，我骑着马儿就出发，我冲！师傅，师傅，师傅，没事。师傅，没事，一会儿就好了。师傅，还是我来盯是吧？不用了，今天呢，我特别想摸摸这个老火箭。大叔，要阿米尔给你做儿子呢，还是做你的女婿？都行，都行，都行啊！那你看着办吧。报告，爸爸岳父同志，儿子阿米尔报道。你这个笨家伙，应该说爸爸您好。师傅，师傅，张队长，张队长，张队长，师傅，张队长，张队长，张队长，师傅，张队长，师傅，张队长，师傅，
师傅，你慢着。一定要把他们救活。师傅。亲爱的战友，我再不能看到你雄伟的身影和爱的脸庞。亲爱的战友，你也再不能听我叹气。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祖国有我方坚硬，大山就是我的家。嘿，我骑着马儿就出发，我骑着马儿就出发，出发。师父，你被评为全国电影放映先进工作者了，这是你去北京的通知。张大山1985年离开了我们，年仅54岁。几十年，他为牧民放映了5865场故事片，3868场科教片，2988场专题片。骑马行程能绕地球7周半，当地的牧民非常的怀念他。小伙子，来一根。哎，师傅，现在哪有人抽摸黑烟？现在都抽这个了，抽惯了。师傅，你为什么非要冲地气电影公司钓天上红花呢？师傅，还多远呢？不远了，翻过这座山就到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哎，红的好像……爷爷，你说的是真的，你真的拍过电影。高山挡不住太阳，已经遮不住阳光。阿里克已经51岁了，生了一儿一女。如今他当了爷爷，可他还在为牧民放映电影。2002年，他转成了正式放映员，有补助，开始拿工资了。他感觉很幸福。还有那难忘的10年，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我们没有去表现。